掌声欢迎，掌声不断。理会的各位嘉宾，一个宗教走过30年，我们的前辈在台湾开道60年，走过前30年叫做风风雨雨的岁月，后面30年是因为走过风雨，让国家肯定一贯道，所以今天才有一贯道总会成立30周年。这30周年是因为有前面30年的前辈们的辛酸，才有今天。所以请把这个掌声给最前面30年的所有前辈，历经风霜雪雨走过的过去。这30年一贯道总会在台湾的社会尽心奉献付出，在国际社会我们全面的怎么样做人道慈善文化的工作传播，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天由国家总统特别来莅临我们的大会会场，给一贯道所有道亲的肯定，让大会开始前圣歌团为大家演出，热烈掌声欢迎圣歌团带动。越过心动的停滞，越过心灵的沉寂，越过闪躲的平静，越过丝毫的限制。哦吼！我们全体候选们共同承担使命，勇往直前。书生姻缘千载难逢，却佳的机会，诗意道场，心意道场，团结无私大作为，道气鼎盛，道风有量，一本万里功德相随，忠义精神力发挥，绽放白羊的光辉。上天的讯息引领我们前行，机会就在眼前，全凭自我掌握，不适应不本土将提升质量，持续的成长，不本土将人才培长，全下的涵养，都是天使，绽放着笑容，让我们一同点燃大地的光芒。来自上天的讯息，引领我们前行。机会就在眼前，全凭自我掌握，不适应。不本土将提升质量，持续的成长。下的海洋，古本土将歌曲之强红心道传扬，红道大跃进，成就
今天三十周年是各主线的组合，它有很多节目的表演。接下来由我们宝光重振国乐团要为大家隆重慎重的演出。
谢同正国乐团。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大合唱礼运大同篇，我们邀请八一崇德台中学界崇德合唱团一起来领唱。我们一起向老祖师、师尊、师母、圣像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今天是我们在全球第三个一贯道总会成立30周年的庆典日子。承蒙天恩师德、老祖师、师尊、师母圣德庇佑，一贯道全体道亲大家集会，共同庆祝30周年，共同缅怀师母老大人、道长及各位老前人、前年辈，花心飘洋过海来台湾度化众生，不辞千辛万苦，不畏任何考验折磨，金刚愿力，资质不移，艰苦周折，护持追随师尊师母圣脉慧命，将神圣的大道传到台湾宝岛。自从1988年成立了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各主线领导前人辈及历届理事长、理事，全体道亲共同努力推动弘扬大道，在平安的环境下有利于道务的推展。市容工商经济学界各界人士道亲与日俱增，迅速发展，各道场道务也更加蓬勃弘展，在海外开荒亦顺利开展，陆续在美国、日本、东南亚等各国共成立14个一贯道总会，在全世界5大洲80多个国家都有一贯道的道亲在传道办道，道传万国9州，已非遥不可及的口号，而是师尊师母天命继续领航，白羊普渡各道场道脉永续传承的见证。活佛师尊曾经慈勉，以修道办道为宗旨，以济世救人为信念，以仁义忠孝为本分，以圣贤先佛为标杆，一贯道全体道亲直指总会30周年，持续弘扬中华优良传统文化，走入社会，造福人群，为千万众生铺出一条康庄大道，为千万众生开创一片修办圣地，两岸宗教文化交流、海内外学士调研的脚步正在进行，持续努力，从不间断，共同期盼老水还潮，
平安休办的时代早日实现。第一，忠于自己，不断反观，时时审查，自我提升，精益求精，赞扬浩然正气，内外攻打圆满。因为我们每一位道亲都代表着一贯道。第二，忠于使命，发扬前人辈的修办精神，人为己任，任道众言，精诚修办，一心表天，重新发愿，报恩了愿，弘扬弘法利身，共担古渡使命。第三，忠于道场，对于所处子县道场，不分彼此，和谐合作，同心办修办，敬老尊贤，所中尽力，护持道场，永固道场，提倡天恩师德，传承师尊师母圣德天命，追随老前人前人慈悲的引领，紧追道场精线，正知正信，正法正传，护持圣脉永续。第四，忠于众生，效法菩萨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以人积己积，人力己力，发扬济公精神，博施济众，老安少怀，广度有缘，人人快乐修办，同登彼岸，实现人间天堂。第五，护持会务的推动，更要发展大务，同心同德，团结合作，持续栽培人才，开创道场，建设道场，同心协力，共驾法船，薪火相传，绵延盛业，惠命永昌，道弘全球，道传天下，再创白羊奇迹。最后，我们恭祝总统政工康泰，院长及各位贵宾吉祥如意，身体健康，荣誉理事长，各位领导前人政工康泰，各位点传师，各位前贤大德，大悟弘展，圣环如意，谢谢大家。好，我们热烈掌声，王理事长。一贯道的前辈走过三十，却让我们又赢过了一个三十，因为走过这个三十，我们可以迎向更长久的未来，百年千年的基业奠定在国家政府的肯定，走进国际社会啊，让大家了解我们。所以一贯道这三十年来，我们在台湾的社会有目共睹，我们非常感谢前段的前辈们，现在大家都怎么样了愿回天，在上天庇佑着我们一贯道众后学门，庇佑着一贯道总会会务的发展。所以我们是不是再一次给我们过去的前辈们，每一个前辈牺牲奉献受苦受累的前辈们掌声，给他们恭贺一次啊，恭贺一次。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所以国家肯定我们，所以政府啊不更肯定我们，由总统代表莅临会场为我们致辞，掌声不断，欢迎蔡总统莅临。我们有请总统为我们致辞前，贺学良报告一句话就好了。昨天总统在三军军校联合毕业典礼讲了一段话，看到国家的希望，今天听到我们的掌声，看到我们这种阵容，应该是看到社会的希望，所以请总统肯定我们，热烈掌声请总统致辞。我们一贯道总会王宝忠理事长也是我们的前人，我们韩老，还有我们康文万国策顾问，我们台中市的大家长林市长，还有我们在座的各位前贤大德，各位道亲，
大家好。我非常高兴能够在一贯道总会成立30周年这一个重要的时刻，一起来参与这场感恩大会。过去30年来，一贯道致力于提倡正面的社会风气，前人们用最虔诚、最坚持的力量，印证了真理的宝贵，协助了许多兄弟姐妹走上人生的正轨。除了教化人心，一贯道也不时地为国家社会祈福。去年我参加总会举办的万民祭天祈福大典，在典礼的现场，我深刻地感受到宗教信仰安顿人民身心、安定国家社会的重要力量。道亲们也长期地投入各项的公益事业，无论是创办育幼院和养老院，固定举办孝亲活动，还是参与灾害的急难救助，种种无私的付出让人非常的感佩。一贯道宗旨强调挽世界为清贫，化人心为良善，济世界为大同。我们台湾的道亲都已经是身体力行修持有道，当然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也不能够忘记源远流长的一贯道过去曾经在威权统治时期受到迫害，直到30年前伴随着台湾的民主化的脚步，总会终于成立，道亲们才终于享有宪法保障的宗教信仰自由。现在民主的台湾不会再有迫害宗教自由的情况发生。上个月行政院处长会挂牌运作之后，我们会有系统的还原威权统治时期的历史真相，还给当时受到打压的前人一个公道。同时我也要请所有的道亲持续扮演社会良善的中坚力量，在台湾社会开始转型进步的过程中，一部分的人心难免会浮躁不安，这个时候更需要一贯道的道亲们用正道来稳定人心。最后我要再一次表达感恩与祝福，预祝今天的活动圆满成功，各位道亲身心安康，一贯道总会道务昌隆，台湾社会圆满祥和。谢谢，谢谢大家。一个国家的总统肯定一个宗教，那是我们宗教好吧一贯道最大的殊荣，所以我们的总统要给一贯道颁一个正匾，肯定一贯道这30年来过去的前辈，现在所有的道亲全体的奉献付出。我们由我们韩荣誉理事长以及我们总会理事长代表接受总统颁匾，总统致匾，由我们韩荣誉理事长及我们的理事长代表接受。好，各位与会的嘉宾，再一次感谢国家我们的总统肯定一贯道，热烈掌声，谢谢。我们由我们总统来带着我们过着30年的年庆，让我们年年都能够走得下去，让我们年年都能够道扬神州，让我们年年都能够遍扬四海。总统向前，王理事长、韩荣誉理事长为我们切下生日蛋糕，生日快乐！全大家生日快乐！谢谢总统，谢谢与会嘉宾，还有我们谢谢与会的嘉宾。支持，谢谢总统与会各位嘉宾，掌声再一次。
恭送总统。来了，那个掌声，恭送总统，我们恭送总统。我们用原厂5000多人来唱生日快乐，把它收进来。我们把它传到全世界去。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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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热烈掌声欢迎我们彰化县县长，为县长啊为民服务啊，永远为民服务啊，鼓励一下来吧。今天是真正欢喜来参加咱中华民国一贯的总会成立30周年的这个感恩大会，啊，看到咱的道亲，大家拢抱着欢喜的心情、快乐心情，咱大家吼清茶嘛拢真正清气、真正体面，啊，这就是咱一贯的和社会各界的这个真好的这个现象，嘛显示着咱的道亲啊啊团结啊一致。然后咱道亲啊，伫社会每一个角落啊，咱吼做真侪的这个公益，啊，咱道亲啊伫社会嘛做者啊真正侪的这个善事，所以一贯道啊，伫咱的民间拢得到大家的这个认同，甚至大家拢开真侪的这个道场，大家嘛真侪人拢来参加咱的这个一贯道，我是。花一重头的系统，啊，我的道场伫田中的啊，这个老祖师庙，啊，我有阵时啊会去啊家看看，但是我老师真无闲，伊拢走去世界，走去外国，啊，我若听伊讲道，我拢听无，因为伊学问真深，体力真深，哦，我实在是真正听无，吼。啊，但是啊，吼，但是彰化县政府啊，每一年拢甲伊举办这个读经，嘿，读经的会考，吼啊，所以阮学校这些小朋友啊，拢报名参加这个读经的这个会考，吼啊，读经读经，会当予咱朗朗上口，会当出口成章。所以，予咱讲话时阵，会感觉讲，这个囡仔真有内涵，啊嘛真有学问，吼啊！所以，彰化县政府啊，真欢喜，拢有当甲咱一贯道建立这个密切的合作的这个关系，吼、啊，来推广这个啊读经的这个活动。啊，咱一贯道过去，吼、啊，每一个宗教拢有受到这个啊统治者的这个迫害，咱。一贯的坚持教化人心，和社会这光明面哈，光明面不断不断正向来呈现，所以哈，人愈甲咱压压，咱愈来愈茁壮。现在愈来愈自由，咱更为茁壮。所以，我们是一股社会安定的力量，阿玛是咱人心啊不动沉潜的力量。所以一贯都会当甲大家做道亲，啊，这就是我的功业，哦，我的功业。啊，今仔日大家拢来共同来庆祝咱总会成立30年，诶，这个生日快乐，好，啊，伫遮吼，啊，祝福咱一贯都总会吼，这个今仔日感恩诶，这个大会圆满成功，感谢，感谢。谢谢我们的县长，感谢你的莅临指导。接下来我们来请草屯镇镇长洪镇长为我们致辞。真欢喜哈，来参加咱中华民国啊，这个一贯道总会成立呢30周年的感恩大会，抱着祝福甲欢喜的心呢，来祝福哦，咱一贯道啊这个30岁的啊这个生日哈啊，那么怎样？尤其是这30年来。哦，用功真无简单。那当然，我想，尤其这几十年来，啊，我们也看到，啊，一贯道对于尤其王道的精神，对于呢发扬中华文化，对于啊这个我们儒家的一个思想，可以说啊
真用心，真认真，啊，真付出，啊，用功，咱一贯道的道亲，大家为这个社会来贡献，来付出，来如何来净化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心灵，以及让我们的社会更祥和啊。我们一贯道未来的啊道业精进，祝福大家啊华喜充满，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感谢。再次谢谢我们的洪镇长为我们致辞。接下来的节目是由发一崇德台中学界充满朝气的大学生们掌声欢迎。
这一群优秀的青年学子是道场未来的栋梁，更是道场永续传承的重要希望。接着我们要邀请我们台中市的大家长，台中市市长林佳龙林市长。我的参加的读经班第一次考试得到状元，在台中公园，那时候我们翁执行长亲自颁发给我啊这个证书。其实社会再怎么样的变动，只要我们的心我们能够安定下来，能够好好的来这个求道，来修道，来把《礼运大同篇》的理想时时刻刻这个落实在每一个人生活上。我相信台湾做一个宝岛，我们吴奇老母明明上帝的一个恩赐，让我们有这个福气在这里，那么能够来发扬一贯道的精神。我们在公共的事务上得到非常多道亲的协助，尤其是在公益、慈善、教育、文化的事业上，我自己感受最深。那么大家更令我敬佩的地方是不求名利，只有付出。很多慈善事业有人敲锣打鼓，但是我们的道亲都是默默在做，这是社会最稳定的一股力量，也是引领我们社会向上向善的力量。我想当前的世界充满了很多纷乱，我们要弘扬道义。我个人在求三宝的过程里面，甚至也去上过非常多的心灵提升班，那让我呢可以沉淀下来，告诉我们这么好的一贯道，三十年来正式成立了总会之后，可以在这个政府的承认之下来造福人群，这真的是功德无量。我也代表台中市民感恩的心，感谢有你，祝福大家平安喜乐，谢谢。各位在座的与会嘉宾，由市长来见证，由汤总裁他个人捐出了白杨祖师纪念庙给了一贯道，所以即将要落成了，所以今天总会颁奖由市长来见证。因为这一个天坛就坐落在台中，为汤总裁代表一贯道的付出颁奖，掌声不断。将有一个全世界的一贯道祖师纪念庙即将完工，也即将落成。我们请市长合影，台中市将有一个全世界的一贯道祖师纪念庙。在今天，感谢总裁的付出，感谢总裁的奉献，谢谢韩老，谢谢李市长，我们也谢谢总裁的奉献跟付出。市长有共同见证的，这坐落在我们大台中市。我们感谢韩龙玉理事长，感谢理事长，谢谢汤总裁。现在我们要欢迎八一崇德神鼓队为我们带来气势磅礴的白杨神鼓，开创新局，热烈掌声欢迎他们。
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从政合唱团。Thank you.